旗津天后宫举办旗津马祖过港祈福会香巡礼大典，高雄市长陈吉迈前往旗津渔港参香，并以多家寺庙代表及地方士绅共同点燃以水晶球代替的起驾炮，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及疫情消退。今天是我们旗津妈祖庙过港祈福会香的典礼哈，那有很多的我们各地的妈祖的信众哈，还有各庙宇哈，大家都共同来参与。那真的要非常感谢哈，我们旗津天后宫哈，那在整个活动里面哈，那也让我们更多的信众哈，还有希望说让我们的城市哈能够疫情早日消退哈，那让地方民众得到祝福哈，真的要非常的感谢。所以今天就特别哈来参与这场盛事这个是我们地方的大事情，那也代表我们高雄的热情。陈其迈表示，旗津天后宫是当地的信仰中心，也是许多以海为生的长辈在平时活动或出海捕鱼时的唯一寄托，保佑讨海人一路平安顺利，满载而归。记者李真道高雄报道。